家好，我是小六。由于呢，我们前几天播出了一个做小竹炮的视频，有一位朋友呢看到说感触很深，想起了很多童年的回忆。这是一位年轻的父亲，他现在呢身在城市，很想回味一下这个小竹炮，想做两个给他的女儿玩，所以委托小六，去做两个，邮寄给他的女儿玩。这是一个好父亲，小六呢也很想成全他，所以呢我今天就来到山里面砍点竹子回去做两个，送给他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砍竹子。已经发动了这个蚂蚁窝了，你看，哇，好恐怖啊！看这个里面这一根呢，就要比这个炮筒呢短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子。我们先来试一炮，看看效果怎么样，响不响？就是用这平常我们用的纸巾就可以了，把它弄湿了，就可以做炮弹了。想不想？现在呢，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小的，看看这个小的想不想。冒烟了，你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要拿出去邮寄给这位朋友了。好了，快递现在已经寄出去了。希望他会喜欢，代我向你女儿问好。小六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再见。